哎，你看，新出了一款口红哎，不过这款只是季节性的销售，颜色适合我吗？嗯，我觉得这个和你现在涂的一样啊。一样吗？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区别的，这一个偏粉红一点。是吗？但是这个还是要收的，我不嫌多。啊，你开心就好。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工作太忙了？没有啊，工作也还可以啊。嗯，那是因为什么？萍慕，我告诉你，你想都不要再想了。你难道不记得自己之前为了这个男人伤心了多久？停止你危险的想法。没有什么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再约了。哦，不先吃点吗？都没吃东西呢。怎么回事？他最近有点不对劲啊。你和我想的一样是吗？我觉得我们是时候做点什么了。